刚刚，小女儿要出动爸爸帮他打电话。我说啊，你要几张啊？他爸爸啊，你那演艺圈你一定可以的。我说好，那我是一张啊，两张啊。我们总共要20张，我说。看完回来了，你真的用了20张？我跟你讲哦，他哇，爸爸，我他们那个西雅图的同学嘛，一堆都在台湾。我第一次觉得你是很伟大的，我的，不是来看爸爸演唱会，是看 Blackpink 演唱会。对呀、啊，我说你要早一点，我这样你就可以买票，可以什么？2天前。一挪出来给他了，搞了20张票给他。好了，好好去看了，开心了，爸爸全出钱了，对。他打假有什么？打假就，我觉得台湾的电讯警察要加油了。那我报案了以后，他们说我们只能让他们下架。啊，这是什么位？你自己打电话进去，你给他调调看啊，你就知道他怎么调你了嘛，对不对？他调我们，那我们进去给他调啊。打电话去，嘿，还有专员呢，还有对话，里面那个对话，然后什么啊？这个是，那是跟吴宗宪这个哦，对，没有错，这吴宗宪哥都是这个瘦的，乱讲，那个都是假的，什么减肥茶啦，什么生态啦，什么防弹咖啡啦，什么啊，这个一系列都已经过去了嘛。但是没想到这些盗版假货实在太可怕，比嘎奶还恐怖。真的是他，他这个是，哦，不会骗来了，不会骗来，刚刚，小女儿要出动爸爸帮他打电话，我说啊，你要几张啊？他爸爸啊，你那演艺圈你一定可以的。我说好，那我是一张啊，两张啊，我们总共要20张，我说，看完回来了。我跟你讲哦，他哇，爸爸，他们那个西雅图的同学嘛，一堆都在台湾。我第一次觉得你是很伟大的，我的，不是来看爸爸演唱会，是看 Blackpink 演唱会。对呀、啊，我说你要早一点，我这样你就可以买票，可以什么？2天前。2天前有票？是有位置的那种还是？我不知道啊，那就我要想办法啊。对呀、啊。挪一下啊，有些朋友一挪出来给他了，搞了20张票给他。好了，好好去看，开心了，爸爸全出钱了，对。就听他讲啊，爸爸现在最近都没有办法爬起来啊，躺在床上啊。那他怀孕9个多月，我说你可以，你给我够了吧？今天还在拍广告，剩下3-4天要生小孩啊，然后可能怕我骂就不敢讲。Andy生的是儿子嘛。不过他这一趟生小孩比较辛苦一点，对他比较姨妈这一段很辛苦，所以就感觉前面都很顺畅，然后到后面这2-3个月比较不舒服，对，所以3天后好不好跟大家报喜讯。